是，什么蒸汽？什么蒸汽？就是你玩过的蒸汽啊。哦，哦，你是在玩那个抽奖的哦，赌博转蛋系统。不知道，走过来看到 AWD 那个吗 ？AWD。我走过来看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惊叹号就跑来讲个话了。我今天把那个玩到那个货币没了，还失败。哦，你说那个啊？对啊。600个货币全部玩到没有的，那乱按。我真的是不知道他那顺序到底要怎么看呢、欸？然后那随便按啊，那个是验血统的系统。验血统，对。我来跑剧情。好，你先进去跑剧情。探索中前往动图。好，就跟着走，它就会出现。剧情，然后瞬间会出来了。好，等到说你做了什么东西，瞬间就出来了。你们不是有买那个吗？啊？我们是买那个吗？预售还是叫什么的？动作里面有歌舞伎亭。哦，有啊，他会走前冲啊，往前走。那种北齐啊。然后你看毛咪就举着手往前走。猫咪，我要跟猫咪一起跳舞。欸、真的哎，猫也会跳舞哎。对啊，猫咪会跟着动作了。不不，猫咪，猫咪，你为什么要坐在那里跟我走？猫咪，乖一点。命令出击，为什么猫咪不会跟在我旁边？走，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来，猫咪，我们来跳舞。这个。阿姨，你跑快一点，阿姨。阿姨，你跑快一点。右上角的任务，看一下右上角的任务。不是啦，我们今天要跟着哈基的任务，哈基的任务在比较前面。哦，好亮！我可以自己跑前面先去触发吗？哦，我的进度到哪？有人在问啊。自己往前跑，看会不会先触发。啊，不行，要跟着他们跑哎、欸、哦。跟着他走，阿姨，你行较紧的啦。可爱强力姿势，可爱姿势。太好玩了吧？找风飘龙，怎么买风飘龙？哇，看镜头啊！看镜头，我这边。This way, OK。而且现在在那个据点也可以用快捷键了。快捷键。对啊，就是 F1234 啊、哦，有哎、欸，干被禁言了，换你了，无法发话了，请稍后一段时间。可恶，各种足迹，我去四楼好了。我去集合区，我要集合区泡澡了。那我要去。Go！ This way, OK. This way. This way. 对啊，现在都会跳舞了，猫咪也会跟着跳。而且还到那个集合区还可以撸猫哎。对，我是用英文语音。去泡脚去撸猫。不要，我要直接泡全身。
猫咪来，猫咪，猫咪，让我撸两下。来，猫咪让我撸两下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比较有一些敏感字眼都先编掉了、哦。西瓜之类的不能打哦，他本来就不能打。嗯，撸猫撸猫，撸撸撸撸撸撸，你在干嘛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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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羞我，有人在旁边开枪哦，要羞我。我已经让那个圈圈圈圈激起味道了，去看看吧。啊？你逗猫棒是哪来的？你藏在哪里？啊、藏在后面啦、啊。嘿，逗猫棒，噔噔噔噔噔，我把你丢下去。你直接把它抱起来吧。嗯，嘿，下去。如果这时候按我放掉的话，它直接掉下去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自己的冰感觉好薄。我按暂停，它马上缩回来。哦，怎么这样？猫咪，猫咪会跟着做啊！你走快一点啦！啊，撸猫撸猫，我的猫会自己前进。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？猫咪想干嘛？你猫咪想干嘛？跑跑回去啊！你猫咪怎样？它越来越旁边。你要干嘛？你那什么姿势啊？热情的决胜姿势，跟神秘的决胜姿势。你看我了吗？你在干嘛？选项，哎呦，出现了！这是，好哦。嗯，这个牙总 ，OK。嗯。哎，飞龙的表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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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你好你好，谢谢大家，你好你好。好吧。谢谢谢谢。还没。那等他寄回来之后，他重新接个新的任务。F1按7，啊，不对，是信号啊，我不能发出修正信号，为什么？嗯，那出来吧，反正你都遇到他了嘛。你遇到他，遇到他出来接新任务，然后就直接打。好，嗯，请说。没有，我要把解毒剂带满。啊，对，要带抗毒，要带满，直接带抗毒就好了。嗯，可是我想防吼啊。哦，我还是带耐毒好了。嗯，这样可以升解毒剂。极度推荐耐毒 ，OK。是。他要耐毒，他很毒，超毒，他随随便便就毒死你了。他轻轻碰你一下就中毒了哦。哦、oh. 嗯，有多轻呢？你经过他，摸他，拍他肩膀，就中毒了。你不小心碰到他的毛，你就中毒了。嗯，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， oh. 就跟蚊子咬一样。啊，耐毒3，好，防阴体力，好了，耐毒啊。
弱点特效怎么变这么烂啊？那你独加一个，你没有烂吧？还好吧？就是从弱点特效从50%原本最高的50%变成30%，30变成30+20啊？对啊。原本是五十，原本太强吧？嗯，若有受伤再加20。哎，其实我好像装备溢出哎。不然我带一下摸耐毒珠好了，耐毒项链。哦、这里柜台小姐，这边的柜台小姐没有、那个、没有那个原本的那边的好看，对，原本那边比较好看。你是谁？哦，他是酒厂的啦，他不是那个接待员。他不原本的那龙族的姐姐比较好看。嗯。嗯。我存个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们在抽筋的吗？玩一下，还那么久。登录结晶。哎、欸，那个狂拍手是什么姿势啊？恭喜！哦，恭喜！是登录结晶，据点用。好不习惯那个按钮哦。好啊啦。网络爆炸，等一下。网络爆炸？炸！我啊，我好怕网络爆炸，它爆了。哦，今天真是大爆特爆哎。嗯。热血开爆。热血开爆，对吧、啊？希望那个爆装率高一点。你说冲光会爆炸的那种爆装率吗？还是你中不是啦，喷爆啊，喷爆啦！就那个喷爆的那个啦。你在强化之后，它发出强烈的光芒之后就消失了。因为直升，你这边有直升研究所吗？怎么了？他也在这边呢、欸。这边有啊。哦，你又来跟那个，你又来这边就好了、欸。到那个一样。所以他这边已经统合在上面了。就不用再装模组什么的了，就已经统合进来了、欸。可是猪猪不在上面很难过哎、欸。我今天开喽，今天在摸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你们解围所哎、欸。给那个嘛。给个。等一下、喔，参加任务。机会所码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复制。好，我贴个啊。这个。有吗？看到吗？有，我待会会要寻找。正在、嗯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我需要先点别人。哦，我卡 bug， 等我一下。重开。你要重开吗？对。我游戏又关掉了。哇，繁星16等、哦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没事。等级都是假的，我装备跟你们差不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我只是做猛牛龙的装而已啊，其他就还好。等级是假的。等级是假的，好。我只是比较比你们知道怎么撞龙而已。撞龙？就让龙去撞墙？对，也可以用龙撞龙。好来了，比如说杰克眼睛红了，我可以用哈基去撞杰克，一样有用。哦，对，就两个字都会同时跌倒。对，然后两只都掉落物，可以一起继续捡。好不错哎、欸。对，啊，哈基可以接了，哈基可以接，已经接了，哦、接了、啊啊。你看不到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看得到吧？有有有。嗯，太刀也是轻武器哦。
所以你如果要软化的话，要软两次哦。嗯，所以要重武器才可以一次软哦。对啊，软化。那轻武器就是因为那个啊，会掉那个碎片，所以可以再让你再那个啊软一次啊，不然很容易就掉展位了、啊。嗯。Master rank, rank, OK。喝了饮喽，加分加分加分。大哥，我啊，再拿一瓶，开心。然后这边再捡，捡两个，开心，开心，赚，再捡，再捡个石头、啊。我身上满了，丢掉，我不要了。大家丢掉。记得是往这走吧。宝宝，宝宝你在哪？宝宝在前面。宝宝在前面。冰雨龙。